那很好吃嘛，他们吃到很好吃。我也是哎。八百多都一定要。我的目标是幽灵。哇，烧水又好吃。阿龟挑了，阿龟不吃了。哦、他们吃的很好吃，应该是阿龟。是阿龟。喂，我都准备。就讲过去。嗯。这个鸡要不要吃哎？阿龟也不吃。那阿龟，那我问一下你要输的。喂。你还有继续喂？你可能还有。喂。